我们继续做题目。他说这有一个直线平直的公路，画个 VT 图，问我们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啊？那我们就说12到18秒的 VT 图水平的，水平呢就表它做的是等速度运动，所以看图就知道那个叙述是错的，选项 B 是错的。A 是一株，我等一下要问你，我现在直接告诉你答案是株，但是我等一下要问你怎么蹦来的，要会的是想法，我怎么解决，这还是比较重要。OK， 好。他问了一个是变化情形，一个是问你的平均加速度，然后选项株是，我告诉你株是对的，所以答案已经出来了。可是我要问的是他怎么算出来，你怎么算的？你怎么算的？来，第一个问题，0到12秒，它的距离、速度、加速如何变化？答案就是增加、减少或不变。距离，或应该说位移，增加、减少、不变；速度，增加、减少、不变；加速度，增加、减少、不变。回来，站起来回答我，这三个，增加、减少、不变，哪一个？帅哥男叫做21号，21，一个叫做位移，距离增加减少不变；一个叫做速度增加减少不变；一个叫做加速度增加减少不变。对不起，先讲距离。距离增加，再来速度，理工上速度也增加，加速度啊，加速度不变，请坐。距离增加，速度也增加，加速度不变。VT 图斜直线代表等加速度运动，所以加速度不变。图上可以看出来初速是5，末速是20，所以我知道速度在增加。面积代表位移，往旁边走，它所围的面积越来越大，所以它的位移就越来越大，走的距离就越来越多，所以答案是增加，增加不变。 OK， 看图知道的不用算，它的选项 A。 再来，0到12秒的平均加速度，他给的答案是错的，他给的选项答案是错的，不对。那他正确答案是什么？那请问你要如何算平均加速度？我们讲过了，就那个公式嘛，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改变，然后你就可以算出我的平均加速度。他请问你0到12秒多少？0到12秒。问0到12秒算心肠好的，你看到它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什么什么之类，就这样做。有人会问，故意问0到18秒，有个平平的有点变化，可是我还是可以问平均，那你就要注意啊，我就只管开始跟结束啊，中间变化不管啊。 OK， 来，可爱小女生，可爱小女生叫做Berha没有来。来，小女生，你们班有14吗？没有嘛，你们班没有14，你们班到13而已。来，正好13号，新同学，你的答案，你的答案，0.8，你知道怎么来的吗？不知道，你知道，你听人家讲的，你要相信同学，0.8，请坐。重点不是答案，重点不是答案，重点是你怎么算。平均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，速度变化有多少，计时开始0秒，计时结束12秒，所以你的 T1 就是0， T2 是12，计时开始0秒速度，计时结束12秒速度20，所以上面是20减5，下面是12减0，计时0秒速度5，
计时十二秒，速度二十 ，delta t delta v， 然后后面就数学了，这要做神奇的数学了，小事就会做的，答案叫 1.25 ，OK， 最后一题，我不要问答案哦，答案不用问了，选项出对嘛，选项出对，答案在上面啊，所以我要的不是答案呢、啊，我要问的是做法。他问你零到十八秒的平均速度，我问你的是做法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怎么去求我的平均速度？前面讲了平均速度是什么？花这么多的时间，有这么大的位移嘛？所以一个问题叫做你怎么知道时间？一个叫做你怎么知道位移？然后你就算出来啦。所以我要你告诉我做法，我没有要告诉你答案，答案不用，能选项出对啊，就选项出那个答案啊，所以答案不重要。想法重要，想法重要 ，OK 吗？来，帅哥男，帅哥男叫做三十，来，请告诉我做法，我要的是做法，我怎么求出来那些我要的东西？平均速度花这么多的时间，有这么大位移，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时间？第二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位移？那我都知道，我带进去就好了、啊，带进去就可以了、啊。所以我怎么知道的？我要怎么算？这怎么求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都不相信同学，同学一直要告诉你我怎么做，你就不要理他，你都不甩他。哎，上面有时间不用做时间，对啊，那位移呢？位移呢？你说，对，已经问我零到十八秒了，还需要问时间吗？不用嘛，就是零到十八秒嘛。那重点是哪一个？位移嘛。重点是位移嘛。平均速度就是位移除以时间嘛。所以重点是什么？求位移啊。时间是零到十八秒，没什么好算的啊。啊，问题是位移嘞，对。怎么求位移啊？前面教过了，前面教过了。可爱大美女，来，美女，美女叫，哎，这个不是美女，这是男生。来，美女，美女叫做十号，十号，可爱大美女，怎么求位移？算他的面积，太好了，请坐下，面积求位移。面积求位移，那、啊、这啥面积啊？零到十二秒什么面积啊？可爱的什么型 ？T 型嘛 ，T 面积怎么算？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嘛，你往里面带啊。啊，上底是五，下底是二十，乘以高是十二，除以二算出来一百五，这叫做位移一百五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除以什么？时间啊？题目告诉我是要。东西啊，那这里在这里有个 S2 嘛，十二到十八秒，第二个嘛，第二个长方形嘛，长乘以宽嘛，长乘以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算出来一百二嘛，所以前面有一个位移一百五嘛，后面一个位移多少？一百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加起来是所谓零到十八秒嘛，不然直接做零到十八那个形状你不会做啊。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做法啦。就是改成这样切，横的切，变成上面的梯形加下面的长方形也可以啦，很随便你。那如果你开心的话，变成一个三角形加一个长方形再加一个长方形也可以啦，反正就是求什么啊，就是求面积嘛，对不对？看你要怎么凑，把它凑出来就好了嘛。所以呢，加起来有270，所以总位移270，那除时间叫做几秒？十八秒，所以答案就十五，答案就十五。所以重点叫做平均速度是位移除以时间。那你要学会的事情是我怎么求位移 ？V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我就找面积，看你怎么找，反正就面积在上面了嘛。你会做的什么三角形、梯形、长方形，你把它找到就对了。然后就算出来，那就一除完，答案就出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做法，可以吗？可以。